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Main Pixels 的最新的一期视频。那在本期视频当中呢，我将跟我们的模特呢一起为大家展示四种在 Studio 里常用到的一种布光。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模特 Lina。Hi, I'm Lina. You can find me on Instagram at BB Leans. Okay, that's great. And let's get started. 好，我们开始吧。Okay, 我们的第一个 setup 呢是。是好莱坞的一个，应该叫好莱坞的一个灯光，就是两个灯啊。这个灯呢是一个比较硬的一个灯光，我是一个 AD200 加上它的这个反光罩，直接是摄像模特会有一个比较硬的一个光。然后呢，这个光呢是从背面给他的这个头发还有这个侧脸，一会儿他的这个肩膀上会来一些光，这样呢就会营造出一个就是比较经典的好莱坞式的一个 portrait。OK， 我们拍完第一组了，效果还是很不错的。那现在呢，我们要拍摄第二组。第二组呢，也是一个两个灯的一个 setup。首先呢，是有一个这么一个灯，就是 AD200 加上一个 Magma 的这个 Maxphere， 来形成一个就是它也是一个很硬的一个光，但是呢，它的这个spread 就是它分散的会比较稍微广一些。那这个呢，是作为我们的主光源。我们希望能够就是给模特一种就是比较硬的那种光，然后比较 high fashion 一些，然后呢尽量能够把它的影子投射到那个 backdrop 就是那个背景上。然后呢，因为那个光它过于猛了，那我们又加了一个这样的大伞在这个我们的身后，它呢就是来做一个补光，把就是那个比较硬的那个光的影子呢就是打消一些。这是我们的第二组的一个拍摄的一个 setup。那我们看看它效果会怎么样吧。OK。OK， 我们现在终于是到了第三组我们的灯光的一个 setup。 那这一组呢是使用这个大伞来做一个主光源，前面加了一个柔光罩，然后呢我用这个 AD200 板呢做一个背光，来加上这么一个这叫什么 Fresnel head， 这个它是有一个聚光的作用，在这里面呢我加了一片这种 CTO 的这种胶，就有点黄色。然后呢我会用这个 smoke machine 这个烟雾器呢来增加一些氛围，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第三组的一个灯光的一个设置。OK。OK， 现在终于到我们最后的一个 lighting setup。 那这个呢是一个三个灯光所组成的一个 setup。 主光源呢就是这一个大的一个柔光罩，配上一个 AD400， 然后呢在我们模特的这个头顶上呢有一个灯，就是给他的头发从上面打下来一束光。然后呢这个呢是一个这种长条的这种灯，加上一个 grid， 这样呢能够给他来侧面打一个背光和这个头发上的这个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后这个会是什么样。 OK， Let's start。
OK， 那感谢大家观看这一期的节目，总共我们拍了3个小时，非常累，模特也非常的辛苦，大家一定要去 follow 他在他 Instagram 上。那么希望呢这个视频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一定要去点一个赞，然后 follow 我们，然后 follow 他的 Instagram。 Yeah. Yeah, give us a like and follow us on Instagram, we'd really appreciate it. 然后呢我们将来会拍更多的这样的视频给大家。那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